走走走走走，。哎，说曹操到来了，早，队长，队长早，早，早安，早。快吃早饭。大家都挺早啊。早安，向总。今天主办方举办了一个苏州一日游，每个人都得去啊，听见没？好。小刚，哎，我跟你说。一会儿一起吧。吃啊，好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队长，这样，一会儿你自己安排，我们就自由活动了，好吧？你们自己玩吧，我只爱进去。行，那你先吃吧，我上去了。好。小高，哎，难得今天 SP 和 KK 的人都在。你一定拉着今天活动的摄影师多拍几组照片啊，粉丝们都要看这个。好的，向总。刘琦啊，多拍点无白，我表妹贼喜欢。向总，你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来。周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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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睡了，周一，醒醒，醒醒，周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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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醒醒，出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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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人受伤吗？去拿我急救箱。拿什么急救箱？是队长啊！队长出事了，我拿我急救箱。不是，队长没出事，是我们要保护队长。保护队长？向总找人想偷拍五百，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阻止这件事儿。好，不过为什么要阻止啊？你哪来那么多为什么？哦。走，这边呢。哎，我们去看看那个吧。好啊。看看你爱吃哪个。这个吧。那个呀。哎，大哥哥不会五百吧？哎。这个要求是我最起码谢谢。我们进去看看。哦，走。奇怪，奇怪，找呢？不是，不是人吗？往这边看。谁呀？这到底什么情况？是向总找到个人想偷拍你们俩，说拍点花絮。这向总总是想一出是一出。现在怎么办？我有办法。人呢？刚才还在这儿呢，没看见啊。
九七周一，怎么是你俩？你俩在干什么？逛街啊！救命！救命！ 怎么了？我脚扭到了，这样会疼吗？啊，有一点疼。没事，我们先走吧，一会儿他们追上来了。哎呦！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买冰块，给你付一下。 这应该够远了，他们不会追过来了。放心坐下。哎，有了，结账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去那边买点吃的吧，去那边。 买太多了，我们再去那边看看。多了，够多了，结账吧。好点了。嗯，应该没事了。我先来走了。